以敲梁的方式来象征我们的开工，一锤体凤翻舟，二锤凤挑鱼群，三锤温法沾染六冲。台湾客家抓到种子，一件一件会用保存起来，客家的温法按你用言辞记得，按你后团音啊，也对这个水念头啊，为一种啊尊敬啊，一种反应，你莫忘本啊，只有本事向前行了。